春来临之际，在中国海油驻阿联酋迪拜的中东之家基地里面，中外员工们一块包饺子迎新春，为兔年春节增添了别样的喜庆和温暖。来听总台驻阿联酋记者李春和从迪拜发回的报道。虽然两国万里，但中东之家基地里的年味十足。中外员工们一起写春联、贴福字、举办各类趣味活动。2011年，中海油服来到中东，与国际石油公司在油气田勘探开发各领域开展深化合作，成为中东油田服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。年味浓浓，喜气洋洋，共迎新春之际，广大海油建设者们对新的一年充满信心。中海油服中东公司副总经理杜宝利说，我们在欢庆兔年春节的同时，我们也在新的一年，然后把我们中国企业的技术、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理念，然后在中东区域的这个能源发展中，然后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尽管远隔千山万水，也阻不断海外赤子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祝福。值此兔年新春来临之际，中国海油驻迪拜的全体员工向祖国人民献上了新春问候。